Amaphlea arenaria 的学名是 Amaphlea arenaria， 它也被称为马拉姆草和欧洲海滩草。它是 Amaphlea 属的两个物种之一，它原产于欧洲和北非的海岸线，生长在沙丘的沙中。它是一种多年生植物，形成坚硬坚韧的直立茎丛，高达 1.2 公尺 3.9 英尺。Amaphlea arenaria 的俗名是马拉姆草或欧洲海滩草，它是 Amaphlea 属的两个物种之一，它原产于欧洲和北非的海岸线，生长在沙丘的沙中。它是一种多年生植物，形成坚硬坚韧的直立茎丛，高达 1.2 公尺 3.9 英尺。Amaphlea arenaria 原产于欧洲和北非的海岸线，生长在沙丘的沙子中。它是一种多年生植物，形成坚硬坚韧的直立茎丛，高达 1.2 公尺 3.9 英尺。它由厚实的根茎网络生长而成，使其在沙质基质中具有坚固的锚定力，并允许沙子在积累时向上扩散。这些根茎在六个月内横向生长至2公尺6英尺7英寸。沙蚕 Amaphlea arenaria 是禾本科植物中的一种，俗称马拉姆草和欧洲海滩草。它是 Amaphlea 属的两个物种之一，它原产于欧洲和北非的海岸线，生长在沙丘的沙中。它是一种多年生植物，形成坚硬坚韧的直立茎丛，高达 1.2 公尺 3.9 英尺。沙蚕 Amaphlea arenaria 是禾本科植物中的一种，俗称马拉姆草和欧洲海滩草。它是 Amaphlea 属的两个物种之一，它原产于欧洲和北非的海岸线，生长在沙丘的沙中。它是一种多年生植物，形成坚硬坚韧的直立茎丛，高达 1.2 公尺 3.9 英尺。